这台断层扫描的机器呢，可以做很多的医学上的这些影像的检查，比如说可以照呢这个脑血管，甚至呢这个血管的流动量呢也可以看得到。我们也非常能够清楚的看得到心血管动脉的血管有没有斑块啦，有没有阻塞啦。长期有吸烟者的人呢，如果怕说他要做这个肺癌的这个筛检，那这台机器也可以帮大家做。过了50岁的人士们呢，我们都很怕说去找肠胃科医生，然后做这个大肠镜的检查。这台机器呢，可以直接筛检大肠里面有没有长息肉啊，或者是有没有长癌症等等。我们做一个CT 的断层扫描，是原来扫描仪放射剂量的1%甚至更多。大家可能知道64切、128切都已经很不错的，但是我们这台机器是640切。它在某些部位呢，一个扫描过程它就完成了整个诊断过程。通过人工智能把那些光在金属上被造成的微影减少的一个技术，这个科技可以把你的金属的部件和你的连接的骨骼再虚拟的离开，再组装在一起，这样医生可以在3维的图像的情况下更清楚的诊断和检查你这个手术治疗的效果。半智能化的一个辅助的仪器，它叫 Power Injector， 由动力掌控电脑程序配合的一个注射系统，可以大大帮助我们提高照片的质量和诊断效果，减少病人放射剂量的接收。在整个大洛杉矶地区各个族裔经营的影像中心，只有这里才有这台世界最先进的电脑断层扫描仪。